下午的3:31，环球邮报的记者正在我们保安宫，大龙洞的保安宫，向我们保生大帝参拜祈福，感谢他及众神们保佑。啊，我们昨天呢，二中一渡过难关，全车渡过难关，抬头三尺有神明，这是一定的，地下有鬼一定的，远离鬼神。啊，你们太不太相信我。我是做六合彩的祖师爷嘞，539的祖师爷，一开始我就做了。我今天选择539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赔过钱，六合彩我也没赔过钱，但是六合彩是犯法的，我们是要做守法的生意，不要去做犯法的生意啊！你想想看，以前我这样在卖名牌啊，如果说昨天二中一零七中，你要付我多少钱？你要付我10,000多块钱呢，啊，那么第二组牌07全车中，你要付我多少？付我21,220，啊，21,220，请问你现在付我多少钱？你付我2,000块钱一个月而已了，我在最危急的时候，我立刻用两只碰一只。啊，两只全车，一只独只，我会救你一命。你所有钱通通赢回来了，你还加倍的赢钱，赢个5万多，赢个5万10万。你们到底会不会赌博啊？市面上包括卖的报纸，包括我是卖报纸的太平，我以往是民众日报、太平洋日报、环球日报，啊的六合彩广告部主任，我是祖师爷级的。啊，那些卖名牌的都是我的送报生，你们看清楚了没有啊？这些卖报纸都是跟我学，都是我的，我是祖师爷嘞，他们是只是我的送报生嘞。啊，你今天我出来，因为我四肢瘫痪了，赚点零用钱，所以我收费那么低，你庆幸，对不对？你应该感觉到庆幸。我为什么每天都要求神拜佛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。人有神明，神明会保佑我们，啊，我是天天来拜拜的，啊，你这样你才会有这个生活，才会事业顺利。我普通白天我还在跑记者会，我专门跑政府机关记者会，像今天各大商业、各大那个什么那个工商记者会啊，啊，名牌的衣服记者，我不参加的，我没有兴趣，我只对老百姓的社会。啊，医疗卫生啊，劳工，我对这方面才有兴趣。其他我还有我们那个，我是主跑财经线的金融，我是驻金管会记者，我对这方面才有兴趣，其他一概没有兴趣。你跟着我跑你会幸福啊，你不懂你可以打电话来问我，服务电话0979-0404-92，这也是我的 LINE。 我从来不赔钱，我也赔不起钱啊，从来我不骗人，我都是网络公开，今天不公开，但是8点以后你可以看得到我公开的号码。8点以后，啊，那时候你来不及了，你绝对来不及。